大家好，有没有玩过一款游戏叫做 PUBG？ 是，里面呢就有一个锅子，你知道吗？它可以挡一些伤害。那我们今天呢来看看，你用这一个锅子来打羽球，看是哪一个锅子呢最好打。开始哦。好。帮我测测看。小姐，你可以努力一点。觉得第一点，手法跟拍面啊，它有一个角度，大家可以看出啊，它不是很直的。你在击球的时候，你很难去控制到你很想要的那个方向。所以我个人觉得使用上来讲堪用。那我们接下来放雪平锅。下期见，拜拜。